老人我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不闻不问的，你们就这样对待我，就把我当作不存在，不当作是刘家的人。那凭啥子你搞我们这？他去他们打工，就我外婆在家给他看他的那个女儿。我老公死后，家里没一分钱都没有，他们三个姐姐从来没说，弟妹，你过得好不好啊？因为老人跟他女儿是一条心，我跟他吵架呀怎么样的，全部就跟他女儿说。2021年5月13号，一场户外庭审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。这位81岁的老人是本案的第三人，也是原告朱幺妹的前婆婆。被告是老人的3个女儿，刘家三姐妹。看着法庭上针锋相对的前儿媳妇和女儿，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被告，我再次强调一下，对方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打断对方，好不好？双方情绪控制不好，这种情况就可能会，激发原被告双方的那个矛盾。1995年7月12日，原告这场庭审针对的是4个月前朱幺妹提起的一场诉讼。2021年1月11号，朱幺妹向容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令刘家三姐妹共同支付她多年来赡养前婆婆垫付的8万多元费用，并要求他们将老人接走，依法履行赡养义务。但是我觉得有些问题我还需要和他当面说一下啊，我们今天下午去一趟吧。承办本案的邹小燕法官在整理案件资料时有很多疑惑，他打算和当事人面对面沟通。哎，我有个问题出现，哎，走走走。哎，但现在就怎么发生了这些变化，我想具体了解一下。因为就是他的三个子女从来不会在这里来看老人。哎，就是有大那个子女从来没来看过，自从我老公死后从来没来看过。钟瑶妹告诉邹小燕法官，自2012年9月前夫刘长斌因病去世后，前婆婆就一直跟着自己生活。虽然2018年自己再婚，但婚后夫妻俩也未曾亏待过老人。可她没想到，前婆婆和她的3个女儿对于自己多年的辛苦付出并不领情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一直把她当作外人。之前好像提到过什么迁坟的事情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作为他的儿媳，起码的道理应该跟我说一下，是不是打声招呼？就是说，不管我要不要我出钱。然后这个事情你就觉得？对，我就觉得很愤怒，你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因为我现在把这个老人赡养了那么多年，你们从来不闻不问的，你们那活的不管。管死的是不是？钟瑶妹说，自己与刘家三姐妹的矛盾之所以爆发，是因为迁祖坟。这么多年，她辛苦照顾前婆婆，始终是念及婆媳情谊，觉得自己还是家里的一份子。在农村，迁祖坟是关乎家族的大事，但在这件事上，刘家三姐妹并没跟她商量，让她觉得自己多年的付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。她心里委屈，才将刘家三姐妹告上法庭。你的最真实的想法，你最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目的？是说一定是要把这8万多块钱给你，还是怎么样？不要老是的找我的麻烦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他说，钟瑶妹说，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己与前夫刘长斌在2009年共同修建的。当时还欠了一大笔债，都是他一个人在还。可自从他2018年再婚后，刘家三姐妹对他住在这儿就颇有看法，经常找麻烦。一提到前夫去世后，自己辛苦抚养女儿、赡养前婆婆的这些年，钟瑶妹就开始掉眼泪。我老公死后，全是我娘家的人拿钱来帮我老公办丧事，这样。
就你老公去世以后，你一个人要养婆婆，要养女儿，也很不容易，是吧？是啊，他们从来没说问我一句，他们三个姐姐从来没说，哎，弟妹，你过得好不好啊？每次我都是难受了，两百块钱拿来赔两百，你的那个银五万的那张吧，你直接说个有没有事？首先，他不合法，客观的也反映出了第三人向着自己的子女。了解了钟幺妹的情况后，邹小燕法官决定走访刘家姐妹。老人的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嫁在了本村，二女儿在自贡市做生意，不常回来。从钟幺妹提起诉讼之后，老人就在小女儿家居住了。一见面，刘家大姐就向邹小燕法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那凭啥子你告我们结婚？就是你这里。邹小燕发现双方对于一些事情的说法大相径庭，对于钟幺妹说的迁坟一事，刘家大姐说早已通知过钟幺妹。你接到有那时候我起坟没跟她说的，早就喊她来起，那不起她去她会打哦。对于钟幺妹所说的刘家三姐妹不赡养老人一事，刘家人认为更是毫无根据。这些年老人每天都会到小女儿家吃饭，然后每天就这么早上到我们这里来，下午要回他那里去，就是一直。对于钟幺妹为什么忽然起诉他们，刘家人认为是因为从去年开始，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生活都很难自理了。我们一动不得行，不动不得。医生，刘家人认为钟幺妹之所以会跟他们闹到这种地步，其实是另有所图。钟幺妹知道他们经济条件一般，拿不出这8万多元钱，明摆着就是想让刘家拿房子抵。经过我们的深入了解之后，我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因为赡养引发的纠纷，它里面涉及到家庭财产的分割、遗产的继承。要想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，不能只是简单的依靠法律条文。要想解开原被告双方的积怨，必须厘清藏在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。钟幺妹和刘家三姐妹各执一词。邹小燕认为，老人的想法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。解决问题，不起矛盾就好。他的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多年，他自己年过八旬，身患重病，行动不便的情况下，仍然心心念念的想着子女们能够这个和好，能够团结。在走访中，一些村民告诉邹小燕，其实在刘长斌去世前，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，因为刘长斌的去世彼此有了心结，缺乏沟通，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。邹小燕法官提出为双方调解此事，但双方对立情绪严重，都不愿接受调解。最终，荣县人民法院双十人民法庭决定巡回审理此案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吗？可以说，只有在两边都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能够勉强挪动几步。为什么要在那个被告的家里面，为什么不在原告的家里面？就因为老人现在他住在被告的其中一个被告的家里面。现在开庭。2021年5月13号上午9点，庭审正式开始。刘家三姐妹对自己这些年如何赡养母亲做了详细说明。几个生日嘛，生产办事公司过去都来请他嘞。拿多少？70、80块钱不能，200、300都不能。我都是一次性拿1000吧，子拿我妈。都要你问都要没？你在你的过生日年，每年都我们是不是拿200块钱？你我拿过生日，每次我都是单手拿200块钱拿来赔两百。拿给他收的，拿给你的，拿给你我妈的，拿给我妈。你直接说看有没有事。他们那要他请分老师了噻，请了个单龙。先开心熬稀饭哈，然后送到那边。
还有呢？还有其他做什么没有？他现在在身体，这里他挺遥控器的，遥控器。今天我谈，母亲住在哪里？刘振华的单位我两个一起睡。刘家三姐妹还拿出了赡养母亲的物证、医院的诊断书。然后我们现在有的证据，在这个老人看病，然后是由刘永芳这边出的钱，虽然说金额不多，哎，他们也是进了这个赡养令，就坐那里就可以了。证人蓝学辉是吧？对。另一边，钟幺妹为证明自己赡养了老人，请了人证。原告作为丧偶儿媳，与婆婆共同生活居住8年多，不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，更是我国法律所提倡和鼓励的。被告也从未推卸赡养义务，其反哺之情令人赞许。我几个小时在这个临时家住，我每次回去我就看到大娘在那个屋子看电视，现在是我出去吃酒席，他就把大娘带着去。你方物证，我方人证，双方僵持不下。自己说嘛，喊他自己说。干脆天天说。要得要得，凭着良心说话。要得，凭着良心。不然要遭遭报应。此时，刘家三姐妹拿出了老人2021年5月10号出具的一份声明书，内容是：三位女儿自2012年9月起，每月分别以现金方式给了老人赡养费，履行了赡养义务。老人自愿放弃追偿2012年9月前三位女儿应履行的赡养义务。刘家三姐妹认为，这样一来，钟幺妹就没有了向他们追偿赡养费的资格。首先，这个声明书它不合法，这个法定的赡养义务是不能通过当事人的自主放弃来免除的。客观的也反映出了第三人向着自己的子女。虽然这份声明书无效，但是听到声明书的内容，钟幺妹当场落泪，多年的委屈涌上心头。因为老人跟他女儿是一条心，他就是我跟他吵架呀怎么样了，全部就跟他女儿说，说了他女儿就是全部就来记恨我。实际上，对于双方矛盾的根源，邹小燕早已了然于胸。如果不能解决好房子的问题，赡养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在自己的家里住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农村的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，钟幺妹和刘长斌修建的房屋，土地使用权证上写的是钟幺妹、刘长斌和老人三人的名字，该房屋有老人的份额。而且刘长斌去世后，属于刘长斌的份额，老人也有继承权。原告作为丧偶儿媳，明知自己没有赡养婆婆的义务，仍然与婆婆共同生活居住8年多，这种行为不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、道德的赞赏，更是我国法律所提倡和鼓励的。三位被告也从未推卸赡养义务，给母亲零用钱，由母亲吃饭。特别是被告刘淑英，在母亲生病之后，与母亲同吃同住同睡，守护着母亲，其反哺之情令人赞许和感动。第三人力所能及的帮着照看孩子，料理简单家务，并与孙女建立了深厚的祖孙情谊。就在邹小燕法官做总结陈述时，钟幺妹和刘家姐妹都在默默流泪。庭审现场的一番争论反而给了彼此倾诉的机会，打开了彼此心里的结，双方的情绪渐渐有所缓和，表现出调解意愿。最终，原告钟幺妹放弃了向被告刘家三姐妹追偿其赡养老人产生的费用，老人放弃房屋的所有份额。刘家姐妹提出一个要求，希望老人百年后的丧葬事宜能在钟幺妹家中操办。是没有能力来承担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是不做强求的，是吧？可以这样说。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，法官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他们这了就是了，我婆婆以后老了，是不是？他们不来办丧事，我一个人都可以。我都可以，无所谓，因为这么多年，还是有一点感情，是不是？然后今天我们得暂告一个段落。
现在收停。调解结束后，钟瑶妹主动来到昔日婆婆的身边。妹妹，我的我不在这儿吃，可以啊，我不在我儿，我不来，我不吃我儿，我在这吃啊。我不。什么了？俺妈的鸡翅。我还留着再看。我好没弄走得回来，你会回来的。走得起回来，走得起回来。好久好久走。会好会好，你不影响。你没有没有穿袋子嘞？我给你看。这都啥的呀？啊，别吃的啥，别吃的啥。你就是吃了。别有啊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不走。要得，我不走。你就放宽心，这个事情解决，你不操心了就对了噻，就慢慢的养身体了噻。案子结了，无论是钟瑶妹还是刘家姐妹都如释重负。此时，老人除了不断重复对邹小燕法官的感激，同时也关心起了钟瑶妹。我进去和老人聊天的时候，老人第一句话就说问我，我儿媳妇留下来吃饭了吗？他认为儿媳妇留下来吃饭呢，就代表大家是一家人了。此时的邹小燕感慨良多，早上还针锋相对、兵戎相见的原被告，晚上又变回了一家人，彼此有着包容和不舍。他明白法锤起落不应加深裂痕，每一个官司都该寻找那个暖心的结局。好，要不然我去后面走人。好了，好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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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